快点车在下面等着呢。哎呀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马上就好。你说你婆婆妈妈、磨磨蹭蹭，半天收拾不好东西。我这不是怕出门忘记带重要的东西吗？再检查一遍。人家司机在楼下八成都等急了。你别在这唠唠叨叨的，要是忘带东西，你还不是要怪罪到我的头上来、啊？ 行，那我不说了。好了，咱们走吧。嗯，记得锁门。知道了，你不也是婆婆妈妈的？我这是好心提醒你，上次出门你忘记锁门，差点把贼招进来。那是意外啊，所以说出门不能急，东西要一件一件准备。 事情要一件一件办，要不然就乱套了。好了好了，走了啦，磨磨蹭蹭。慢点慢点，帮我拿下这个包。和你出趟门啊，真麻烦。不过我知道你乐意，呵呵呵。算你猜对了，无奈并乐意着。